Dito ako kasi magpagupit ako. Cici! Hello! Washington pa! Tay! Ha, hello. Oh. Sit down.你有啊，不熟啦，因为不能没有过那对，不能归期啊。那停到什么时候啊？还有一半年的，还有半年了。那就明年才要回去了。啊？明年才要回去吗？不是，过年后。对，过年了，还有六个月。 过年后还要再6个月再才要回去。对，好，我要漂亮，漂亮啊！因为我头发不好看了，太长了啊，太长了，不好看的。嗯，阿内，没有人来哦，没有。啊，因为今天有的人都拜拜。阿内，对。 昨天啊，嗯，还下雨，对啊，昨天有下雨。我阿妈现在在睡觉，对，那睡觉，阿妈吃饱了，就饱了，这么早哦？早上没有，她早上有睡觉，睡午餐，对，吃午餐，对，我就好了，早上我就好了，对。阿妈起来吃饭而已啦，哈，对，阿妈。 他如果起来，自己会在那边躺吗？有啊，哎呀，不会下来了哈。对，<笑>不会偷跑。哦，好辛苦哦。好辛苦哦。对，阿妈也是很辛苦、啊。上班多多。嗯，阿妈很累嘞。对，很累，知道。阿妈很可怜。嗯，照顾那个。 老人哦，你很累，阿妈也拜托。你很累，阿妈也很可怜。<笑>真的，真的。<笑>我朋友说：“哎，玛利亚，你的头发。” 你今天哪里？我说，我们的地方啊，那个露珠啊，谁啊？我朋友，我菲律宾朋友，嗯嗯，说你长相漂亮。对，因为他要看看我的头发很漂亮。啊，哦，你们，我说你的，我说，我说他们那个冈山呐，很难哦，很久啦，好远的。你们都有出去那个。 聚在一起的嘛，哈。啊，不一样，不一定。哦哦哦，不一定。还有一集还有没有？那现在这样。 这个疫情这样，嗯，你还有放假吗？有啊，有，还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去逛逛，不一样，不一定啊。哦哦，跟朋友出去，对，去那个菲律宾啊。你们是每个礼拜都有放假，还是怎样？还是一个月几次？对，我一个月一次，一个月一次。对对。哦，一个月放一天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真的。 因为你。
休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哦，钱多多了。嗯，你要花很多钱啊。我不希望这样。嗯，你希望赚钱嘛？哈。对，我希望我要 money money，嗯、要赚钱呐、啊、哈。对 ，save money。然后现在那个菲律宾很重啊，很严重哈、哦。对，知道吗？这个哦。啊，妈妈他们都安全呐、啊、哈。那个我妈妈菲律宾比较好，也没有太好。嗯，他们那边比较没有。对，这个在马尼拉，在马尼拉比较哦很重、嗯，很严重。对。不是我们。我不是我们的了，不好验了、啊。嗯嗯。养个飞机，你就养个飞机。好远的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哎呀、啊。啊，好在现在电话都可以视讯，才不会那么想妈妈他们。对，就电话电话我妈妈菲律宾。还可以看到他们。对，有有有。我妹妹、我弟弟、我哥哥，我这样，嗯，他们 OK 啊，他们没有问题啊，他们像我，因为这样台湾他们工作，他们还有工作吗？有，不是还有不没有公司？嗯有的都还没帮我去上班。对对对，不一样台湾啊，全部有。哎，应该现在台湾比较 OK 啊，是不是？可是也是要注意啊。因为也是有境外的回来啊，还有一样，还是有外国的回来台湾的啊。是不多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出去尽量也是不要很多人聚在一起，安呢比较安全。哎呦，这样还好了吧？对啊，对啊。嗯。可是出去也是要戴口罩啊。对呀、啊，戴口罩不是我没有口罩，人家亲戚照顾你啊。你们以前在你们那边没有在戴口罩吗？现在有啊。我是说以前。对对对。以前也没有哈。对对对，不一样台湾啊。对呀、啊，台湾空气不好。对，台湾比菲律宾的那个口罩好多了。因为台湾车子也多。哎。对呀、啊。有电有，你在吗？这里有什么？你啊？怎样？你公司这边吗？有电了，有吗？有电了。你啊？对。你说有电吗？对有啊有啊。有啊。你先口罩先弄掉。嗯，对好。我旁边旁边。啊，我忘记。礼拜天有休息哦，这个礼拜休息啊，对，嗯，要出去呀、啊，休息，出去走走，对，要这次要去哪里？台南，要去台南，嗯，我那个朋友，还有那个什么去住院那个就 baby 了，生 baby 啊？啊，生 baby 了。你的朋友是嫁过来的吗？她老公台湾人呐、啊，啊，她老公台湾呐、啊。
这样啊、哦。嗯，我大老公台湾人，老公是台湾人。对，啊，我朋友菲律宾小姐嫁过来的，我很久了啊。很久了、哦。嗯。他刚生 baby 而已哦，因为他们差不多一年的吧，一年多了，不是现在有 baby 的。哦，嗯，安尼。好，哎，你要过去找他。对，我要看。他的 baby 好可爱啊！哦，他 baby 好可爱，男生呐 ，baby boy。啊，在台湾生吗？对啊，台湾生的，那个台南啊，台湾一眼的。嗯还在医院还是回来的？还没回来，在医院。在医院。哦，刚生而已啊。对，因为当时一个月，差不多一个月。哦，那他在月子中心坐月子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老公是去菲律宾跟他认识的吗？对啊，有啊，不是的，他老公上班台湾啊，台湾人啊。我是说你朋友是，你朋友是来台湾工作，对，认识一样的，认识这个老公的，是、oh. 是，对。他老公很那个很好，很好，很帅。嗯，我朋友一样，小姐那个一样，很拜表表扬，拜的，我拜我他不是。不一样，他比较白我，嗯，他比较白，嗯，他比较白，然后比较高我，他漂亮，我漂亮，你也漂亮，菲律宾漂亮，漂亮菲律宾马甘达，马甘达，漂亮的都很多，嗯，你叫啊马甘达，哦，马甘达，啊对，大家漂亮，漂亮，嗯，大家都很漂亮，哎呀。对，那你知道在哪里啊？我知道啊，他给我那个地址，快递地址对。嗯，我记比较没有那么远，要坐那个台南布置站，然后坐火车啊，火车然后到然后再坐计程车，对，计程车差不多四分钟。哦，到时候四分钟。哦你在台湾都没有认识的好男人，啊，对，人家来台湾，对，这没有关系的。我妈妈发一样，我妈妈说没有关系了，不用结婚，对对对，自己一个过得也是很快乐，对对对。但是你在那台湾没有关系，不能回家。哎，在这边被那边那个危险，危险呐，然后很重。我飞机，我还有飞机一样的飞机，啊，没有用了。哎，飞机也不敢飞了啊。不敢，对。对呀、啊，不敢飞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那个太危险了啦。危险了，他们。他们不错了，对啦，嗯，不要，先待在台湾啦，真的。阿妈赚到了呢，不然你早就回去了。对。他们有关系，他们有动，不能动。嗯，他睡觉，他睡觉了，反正不能动。不一样，那个他们那个，该走的弯弯去，对。阿妈不能动，不会摔下来。对，这样比较危险嘛，没有看到比较危险。对，如果这样啊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在基地了，家里没那么严。
没有验啊。我拜托不好打了。朋友刚生第一个而已啊。嗯。对。现在那个很好了，没有下雨了。对啊，所以有时候下午，对啊，下午都会下雨啊。下雨。早上都天气好好的，对啊，下午就下雨。对，下雨有多、下雨比较不会那么热啊。我没有去公园的，因为下雨好大。哎。啊，你拉工地的那个叫我开号没有？有了，大概你住路了是不是？去上班了啦。哎呦，还好了。哎，去上班了。啊，都是上班的。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去上班了。上班带中哦。台北。没有，他在高雄而已。啊，高雄了。嗯。不是那一个带中啊，是不是？台中的那个对，回来在高雄银行上班。哦，银行很好，钱多多。钱多多是银行的，钱多多银行。台湾上班很好，知道吗？我们到菲律宾上班，台湾那边比较，那个钱不一样，比较高，比较高，是高一点点，对。你的比较好了，哦，皮肤差好多了，真的。那个雾霾不一样了，那个加班啊，雾霾比较什么？你没有去高雄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再弄了，就抹而已。对，我抹，雾霾那个1000块，1200，什么牌的？那个。等一下，我给你看，这个很漂亮，在我们这边买的吗？对啊，台湾买，我买台湾啊。那个我朋友一样，他希望刚刚我比较 OK， 他说他有买一样，不是他刚刚我的那个比较好了。啊，谁介绍你买的？我买。我买那个，我看 Facebook 啊，哦，还有 Facebook 啊，不是那个台湾人给我那个这样介绍的吗？对，然后我看1500，不是他说我买两个1200，一包，全一包啊，还有晚上还有早上，哦，然后还有洗脸，还有差不多里面那个五个，那。
那你现在在有抹那个防晒的吗？有有嘛哈，有。防晒一定要抹。对。50 SPF 啊，不然它那个斑还会再跑出来。对对对对。太长了，对呀、啊，精神都没有了。对，这样好了。Magbayad ako sa kanya ng 100. Sige, sige. Oh, kinikan-kan.